听完一首咁光柔并重国曲之后，我哋再为大家献上一首不同品种嘅歌曲。呢一首歌曲既有气势，亦有浪漫温情嘅。咁呢一首叫做《白蛇转枝断桥》，内容系讲白素贞为救夫郎，不识水漫金山字，与法海和尚开战，败走断桥歇息。佢嘅夫郎许仙亦逃离金山寺，走到去断桥嗰度，佢哋夫妻重逢，个情景又会点嘅呢？嗱，呢一首歌曲系咁有气势，亦有呢个温情嘅，梗系要有份量嘅人同埋歌曲精湛嘅人嚟唱噶啦。咁佢就系我哋嘅何玉桥老师，即系演呢个白素贞。何美美师姐呢就演许仙，咁大家俾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何老师同埋我哋嘅师姐，有请两位。梁子，梁子，梁子。
寻平之路，且当我否心相告啊。今所发无似爱时，偷偷摆脱世俗心罗念，风雨劫后重见面。难断连理。
尘不染啊，夫妻相爱归真性啊。何故沉吟自语呢？去路千般悲鸣，自知非得，欲望眷顾，今时宁敢不与真情相告呢？王娘子，我俩情深夫妇，情同日月，有话但讲不妨啊！你又何必吞吞吐吐呢？
Yeah.
我干，红红爱情。我负心。